好啦，我哋又翻嚟嘅呢个动漫无双，又翻回顾 ，end 翻回顾，一套《刺杀大盗》而家先做完嘅作品。佢好中意噶嘛，而家好多都系网上播翻，争几集。呢套例外啲系真系做唔似，不过其实我觉得佢意味咗得嘅《心跳连结》，你恋爱《心跳连结》啦。嗯。其实咧，一个尖端个轻小说出心情连结嘅咁样样，不过咧，一套网上边度译名啊，不过即系讲下官方译名啦。译名就唔系咁重要嘅啫。你讲官方讲译名咪得咯，系。错啦，总之系心情连结啦。嗯，就系咁嘅。呢一套动画，我个人觉得，哇，喺我对我而家少少黑马作品嚟嘅，真系，因为自己本身好冇好留意咁样样，觉得好似啲制作阵啊，各方面嘅嘢都唔系好，呢套嘢又唔算好出名轻小说，所以我自己冇乜点留意，但发觉，差啲错失咗个。我哋新番冇提过啊，可能。嗱，其实点讲？我睇呢套嘢，我睇个小说第一卷，点解会睇呢？当时当年啦 ，PS 版即系《圣召唤》嘅版度睇过呢本嘢嘅，系。咁大家第一头先点解会有《圣召唤》呢个版？问题系点解你会留意《圣召唤》版嘅？我净系去《圣召唤》同《中性版》啫嘛啫。啊 ，OK。等阵，嗰啲唔系叫做《圣召唤》，有啲搞错啊呢件事。咁分类上，所以《圣召唤》啊嘛，佢唔系易容，唔系做女装嘛，佢真系。得啦，灵魂交换都算系圣传一种嚟噶嘛。好啦，啲听众完全一头雾水咯。你讲翻少个故事系点样先？即系讲紧灵魂交换，就系讲紧个第一个叫咩啊档案啊 case。心情连结咧，呢一套咧系一啲 I want to play a game with you 嗰种咧，有啲事发生咗啦，有啲游戏同佢哋嗰啲主角玩咧，就因此而发生咗唔同嘅事嘅。但系你胜出呢个游戏，完全唔会得到任何得着嘅。呢个游戏唔系胜出嘅，基本上。咁样，总之咧就有四个事件嘅动画里面做咗。第一个事件就系一个灵魂交换啦，佢叫做唔系圣召唤啦，好嘛？灵魂交换咧系讲紧每一个角色嘅人格去咗另一个角色嘅身体上面，咁就变咗叫做灵魂交换咧，所以就不构成一个性转换噶噃，唔系男变女，女变男而家。同埋仲有时限嘅。好啦，已经不能自我啦，有乜嘢？已经傻咗。不过我明白佢意思嘅，咁样样，系啦，咁个灵魂交换咗，即系男二咩男女二心男二心嗰啲啦。佢唔系一定嘅，佢因为佢个灵魂交换咧，佢就因为佢有五个人啊嘛，咁佢每一次咧就会一换一嘅，咁所以就使唔使讲翻个主谋先啊？总之有一个人就真系有一个人咧封船，都唔知系咪月人嚟嘅，可能系有啲神秘力量嘅外星人啦，冇再读话冇解释啦，或者我唔知道。但系佢有名嘅，好得意。封船角咯，就系叫做，就系附身咗一啲老师或者附身喺个人身上嘅。咁佢咧就拣咗一个文化创作部咁样嘅五个人。五个人啦，系啦。系啊，咁样去做呢一班男女。跟住问佢点解拣呢五个，因为我觉得你哋好得意。冇错啦，事实上咧谂翻咧，可能咧大家都即系各位听众啦，唔知心现实中有冇接触过咧？一个群体里面咧，有男有女，最大嘅乜嘢嘢啊？唔可以拍拖，冇错啦，因为一拍拖咧就会濑嘢。个关系完全系错晒。你错晒，全部女仔都唔可以拍拖噶。点解啊？啊，结婚社会啦，恋爱禁止条例咯。关咩事啊？而家唔系女之偶像团体，系纯粹一个团体啫，大佬。O K， 总之全男唔得，全女唔得，男女混合都唔得，系咪啊？好啦，总之最吊诡嘅地方咧，就系咧一套动画里边咧个主角群咧系有三女两男嘅，有一个女一个男本身已经配对咗，然之后两个女生一个男本身嘅感觉。咁喺呢一个咁有呢一个化学作用嘅组合里边咧，玩咗呢一啲咁样玩嘅游戏咧，就有好有趣嘅事情发生咗啦。唔系，即系佢透过呢个咩灵魂交换，佢会衍生到好多嘅问题，或者好多嘅感情系本来系。即系自己知嘅啫，但系如果你透过呢个灵魂交换，就会必然衍生就人哋都知埋咯呢样嘢，咁会带出一啲事件啊咁样出嚟。灵魂交换嘅主题，如果概括嘅话，就系你成为咗另一个人，亲自去感受佢嘅感情，就因此而发生咗。同埋代，同埋系直情系代入佢个角色去，了解佢背后发生咩事啊，譬如话家庭啊嗰啲，即系佢对面对啲咩烦恼嗰啲会知道咯。而且因为第一，始终佢系第一集啦，佢作为一个性格角色介绍咧，其实好有趣，呢个方法系几聪明的，有趣系嘛？一来有趣，二来都好聪明嘅地方就系、是、一来，首先我大家好赞赏咧，就亦都好重要咧。任何青春剧角色嘅性格好重要，塑造咯，系啊。咁佢第一就系好鲜明咁样已经确立晒每个角色佢嘅性格啦，佢个人本身系有咩特点啦，咁你。读者咧，观众啊，你一睇咧就已经唔系最少表面嗰个知道，因为佢后面有啲剧情就会透露埋佢背后嗰、那个、那个感情而灵魂交换聪明嘅地方就系将角色嘅过去啊，或者角色嘅一啲佢遭遇嘅事咧，就首先已经好简单讲出嚟，即系例如讲紧金发嗰个女仔啊咁样样。Yui 啊。
系啊，系偷手道高手嘅 U2 咁样样，其实佢系怕男人嘅、啊，啊，即系有男性恐惧症。系啊，那个人佢本身啊，即系或者系例如啊女主角啊，啊伊织啦，伊织佢啊，原来佢屋企系单亲家庭咁、样样，哦，佢发觉嗰个人身体转换咗，呢、這个屋企得佢一个人嘅、慢慢慢慢就揭咗一啲事出嚟咧，咁呢一个一个非常之聪明嘅手法。系啦，佢即系一路可以。即係透過呢個事件去表達個劇情，一路就係、推緊一啲角色嘅背景出嚟咯。佢、就兩樣做緊同一樣嘢，咁啊。冇錯，而且我會、即係我覺得幾有趣就依一個靈魂交換呢樣嘢，就好多嘢緊去發揮嘅。即係話你用唔同嘅身體就可以講唔同嘅嘢。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考驗聲優嗰個功力嘅。你錯啦，係可以俾同人話先出本嘅題材啊。我谂都有少少噶啦，其实一开始嗰啲剧情咧，不过呢个每个人注目点唔同啦，咁样样。我记得佢有一幕咧，就系、咧有一个人扮自己俾人灵魂交换咗。我就谂紧几时会出现情节咧？作者真系有出到。其实呢个即系其实谂到都会知嘅，即系譬如话你想知道啊对方点样睇你，咁啊扮一个其他人可以讲心事嘅人。譬如话我记得有一幕系阿道业系扮。俾伊织附身，跟住问阿太一嗰啲嘢。相反地系伊织扮调转调翻转，即系道义机智咁样去套翻嗰句嘢。因为有啲譬如有啲事，你唔会喺当事人面前去讲嘅嘢出嚟噶嘛。咁但系如果透咗啲灵魂交换，反而系会套咗其他角色对你嗰个情感出嚟咯。灵魂交换讲紧就系一个摊牌游戏咯，摊牌程度上系。嗰、那個依家我諗第一個劇情第一個故事嘅重點在於可能男主角方面啦，嗰、那個自我犧牲嘅笨蛋啦，會咁樣樣。尤其去到最後一個劇情就係、那個福船哥啦控制咗啊女主角，伊織咧就跳落河咁樣樣，跟住令到佢就快要。我覺得呢幕咧佢係個氣氛做得幾好，佢嗰個沉重嗰個感覺，即係佢當然你睇到後面嗰個感覺就冇咗啦，因為當然其實我接咗睇擺之後，大家估到都會估到佢會一定唔死嘅，但係嗰下氣氛而做係氣氛上係做得幾好，尤其是係即係佢救咗翻嚟啦，佢瞓咗喺醫院啦，咁佢每一個人就透過呢個靈魂交換去即係同其他人透露佢自己。死前想做嘅嘢咧，我覺得呢度個氣氛真係做得好沉重咯，我覺得係一流嘅，我覺得呢一集。尤其咧作者咧，其實我自己睇咁多嘅動畫啦，我比較感覺到就係作者好擅長咧，就用對話嘅形式去表達角色嘅情感。當然呢個比較簡單嘅手法嚟嘅，你可以話唔係好高手嘅做法啦。當然比較高手咁嘅執唔寫啊，唔使直接表露嘅係最好啦。咁但係佢呢個做到已經係顯示到佢嘅功力喺度啦。冇錯，尤其好深刻就係其實一直以嚟一個故事都係好多我角色之間對白，我點點點，我你點點點，大家有啲交流，因此而碰撞。佢咁做係最保險嘅做法，但係就會淪為就好多都係會咁樣做咯。不過好彩佢都寫得幾好嘅，尤其好深刻就係佢嗰一集，即係跳河嗰集，最後醫院嗰度咧，嗰啲喺個醫院個環境度啱好沉重。係沉重咯，我就係話讚賞呢一點咯，佢個氣氛真係同埋佢啲做到出嚟，心思好細膩，我好中意佢。即係好立體感，就係覺得我一個人真係咁樣諗嘢嗰陣時咧。因為譬如話講一講翻個事件，就係話佢風船哥都話而家俾咗個機會你，咁你哋揀一個係會同伊織個身體死亡嘅。咁但係因為佢有靈魂交換呢一樣嘢嘛，咁佢就可以自己五個人決定邊一個靈魂進入伊織個身體，跟住就死亡咁樣嘅。咁佢哋即係喺度傾啦，或者透露其他情感啦，咁最終決定都係伊織。擔任翻呢樣嘢，即係佢同身體共存亡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嗰一段係做得幾好啊，冇錯啊。咁呢個就我覺得第一個看點係有喺度嘅 ，OK。佢有冇好似冇出個聲？我有冇啲咩感覺啊？對第一篇，唔係第一篇，其實我覺得係正四篇入面最好算到個圖嚟嘅，應該係。唔好意思，真係後面嗰啲我覺得係完全不知所謂嘅。又會唔會去到不知所謂、啊？唔係越嚟越差啦，當然係其實。理論上就係所謂風船角，其實就係用一個觀眾嘅視點，有趣即係我哋讀者，我哋觀眾睇有趣得㗎啦，覺得有趣滿足啦，咁可以冚埋本書，即係故事完咗就係類似咁嘅劇情。風船角就係有讀者就作者混合體，主導成故事，我要你死就死，我要高潮就高潮，即係類似咁嘅運作就係、是，即係佢操縱曬伊織嘅生死，特登做啲假情報，等你哋做啲生離死別劇情。呢個導演安排嘅劇情就係佢都有做翻個保險嘅，送翻啲禮物俾你。完咗事，完咗事，呢啲咪叫 QB 式嘅贈禮咯，大佬，你真系信你咁好人咩？錯曬啦，真係。不過啱，有馬仔講得啱，其實作者都幾巧妙，就用呢個角色。我要製造咩高潮，我揾佢角色一個萬能嘅角色出嚟。
另一個。但你會唔會覺得好，因為有啲如果譬如話會覺得好突兀呢，呢個角色又好似唔係好覺、嗯、但每一個角色就存在唔到呢一個故事。故事啊，係當然。所以我就覺得都還可以。因為佢又冇解釋過話風船閣點樣嚟呀，即係背景資料就好交代得好少嘅。第一 part 嗰個問題呢 ,OK, 我唔理風船閣係邊個，你引到件事後面可以查，但係後面佢、嗯、做咗咁多集佢完全冇提過風船閣呢，係即係糾纏喺呢應該話只要等於喺太一同埋另外一條女之間嘅感情線呢、嗯、就好似編咗到個故事。佢變成一個係局外人同埋 GM 嘅角色囉，即係。但我又會有少少覺得呢，如果呢太過著重咗風船閣嘅角色就變咗真係玩緊同嗰個人玩生存遊戲嘅感覺囉，咁就變咗同戀愛故事。佢呢個又唔係話想交代呢樣嘢。係囉，我覺得佢係想做一個比較與別不同嘅形式去做、嗯、去講一啲戀愛故事，咁我覺得個創意。佢需要呢個角色，但係佢又唔會話好圓滿解釋呢個人點嚟呀，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事件呀，點解搵到呢班人呀，咁就又唔會話好著墨去解釋呢樣嘢。單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唔係好需要解釋都 OK 嘅咁、嗯、樣囉。咁係囉，我諗之後我哋可以加第二個劇情啦。係呀，第二個劇情佢嗰、那個嗱，咁佢完咗呢個劇情啦，咁五個人就變返即係普通嘅校園生活啦。咁但係你作為一個讀者或者玩家嚟講，你唔會俾呢五個人好過㗎嘛。咁又係透過呢個風船閣搞一個叫做慾望解放嘅事件出嚟囉。冇錯，所以慾望解放就正如其名呢，就是、一啲佢所謂嘅慾望啊、嗯，一啲佢好想做嘅嘢啦，咁樣。舉個簡單少少嘅例子咧，譬如話每一即係好凍嘅朝頭早，你要翻工嘅，咁但係你個意識係我想繼續瞓覺噶嘛？呢啲即係類似呢啲嘅慾望，就會令到你會繼續走去繼續瞓覺咯，強制性地去瞓覺咯。比較可愛嘅慾望就當然係睡呢啲啦，即係少少啦，係啦係。但更加多嘅可能係色慾啦、色慾啦、性慾啊、性慾啊，或者係你一啲你嘅衝動啊、暴躁嘅性格啊，嗯、就咁樣慾望解放之後，你就毫無保留咁樣將佢講俾人聽。咁、嗯、基本上就第一個嗰、那個受害者，基本上就係 Yui 啦，因為佢嗰個男性恐懼嗰、那個就啊，唔係啊，唔係 Yui 咩？同咩咩？啊，魔殺三位人色有睇咗啦嘛，嗰先第一個受害者啊，大佬咁快咩？啱喎，即係第一個受害者，係嘛 ？OK， 喵，呢啲係咪佢受害者？好難講嘅，咁、嗯、樣啦。即係如果話第一個故事啊。呢、这、一個靈魂交換，靈魂交換咧係講緊點樣從人哋嘅角度完全了解對方嘅自身咧？呢、这、一個以自己嘅角度係咪？呢、这、一個慾望解放咧、嗯、就係、是、一個將自己嘅所有嘢攤曬出嚟俾人聽，然之後大家互相嘅碰撞同埋爭執。嗯，唔係我有個，因為我覺得第三件可以合埋一齊講嘅，第二件事同第四都一樣。自己同自己嘅審視係咪屬於一個係？我覺得又唔同喎、啊。唔係，我逐個逐個三件事先講嘅，第一件事先講嘅，我唔使講住你講先。嗯。咁因為我比較印象深刻就係慾望解放嗰邊嘅嘢，就係我一啲我平時我唔敢做嘅嘢、嗯，我唔敢講嘅嘢，或者係你拋曬出嚟，或者係你有呢個慾望，但係你自己個道德觀念或者係理性，你會控制自己，你唔去做呢樣嘢噶。但係而家就完全冇咗限制囉。即係類似你之前我新世界咁囉，我咁做但係問題我理性壓住我唔可以咁做，咁就壓咗落去、嗯、但問題用咗之後我覺得咁做住一聲唔使諗起即係做呢個係就係咁樣囉。嗯。而且啱講到嘛，一個群體呢個平衡性好重要啦，咁樣尤其大家好顧忌對方嗰時呢、嗯、就好多嘢唔敢講唔敢做。係你知講咗嗰樣嘢或者做咗嗰樣嘢，你會得罪咗其他嗰啲身邊嘅人㗎嘛。嗯，如果講第二個故事呢、嗯、個主題就係話好多嘢就係你要攤開身心出嚟講、嗯、其實好老生常談嘅、啊、攤開出嚟講你朋友就係咁樣，但你總要會有啲秘密㗎喎，總會有啲問題牽涉到呢啲嘢，睇下你夠唔夠膽囉、啊、就係同你嘅朋友去真係分享呢一啲嘢，睇下你對呢個友情嘅考驗就呢一度啦。而呢個故事講到就係話有啲嘢你唔講唔講，忍住忍住，即係會令到個坑越坑越深咁樣、嗯、反而坑派出嚟講，大家可以開心見成嘅話，就是、如果係真係朋友嘅話，睇下可以點樣話，即係佢透露咗呢樣嘢出嚟啊，你可以點樣去幫佢幫呢個朋友咁樣咯。好幸運地就係機子同埋即係道業機子啦，同埋阿伊織啦咁樣，佢兩個真係好好朋友嘅，爭仔都係做咗好朋友喎，仲唔夠好朋友啊？我覺得好難好朋友過呢一啲噶啦已經。你錯啦，真正好朋友應該大家共同分享嘅嘢嘛，真係有啲錯曬。走開啦，有嘛？冇人好似你咁博愛嘅，大佬啊！我你係一個聖人，我做唔到啦，唔好意思，我真係唔係咁勁咯，係啦咁樣樣。著物比較多就伊織同埋道業嗰邊啦，咁但係佢前期有啲帶到就係話 Yui 同青木嗰邊，因為 Yui 佢有男性恐懼症咧，佢變咗透過呢個慾望解放咧，佢就
会产生咗佢打男人啊，打其他男人啊。错啦，唔系男性恐惧症，其实上一批完咗清咗，但问题今批佢嘅责任问题就会佢嘅暴力倾向会冚过升级咯，理论上就打埋男人，即系讲表暴力狂，佢惊你嘢，佢唔系惊男人啊，佢如果用解放真系惊男人，就直情缩埋屋企啦，唔系其他都啱嘅，因为佢系除冇一，佢话惊男人就惊打男人咯。即系佢，即系啱嗰阵。唔系应该话你接触到男人，你惊你自己，因为你学过空手道，你会伤害到其他人啊嘛。尤其咧，仲要依一个你伟大嘅男主角，仲要我拆词汤嘅方式去教，去介绍俾你听，究竟点样对付男人嗰阵时咧，佢就发觉呢招都几阴毒噶，但系又好有效咁样样。嗱，大家睇最尾嗰集咧，同班罗文打咧，佢真系踢下音嘅系。哇，几劲啊！依一招呢个系，但系你学女仔自身术嘅一定要识嘅嘢。大家有，如果大家依一个时间咧入戏院睇睇《一代宗师》咧，系有教你的有啊，真系有教你拆祠堂噶。劲吧，啱啱寻日先睇完啊。冇错啦，不过依一个就离咗题啦，咁样样，即系系咯，啱嗰度就如果一开始嗰度仲系讲紧另一个男、另一个男角啦，即系阿青木啦，青木义文佢即系青木啦咁样样，青木同埋依一个 Yui 啊 ，Yui 佢。啊，系咯 ，Yui 话围佢咧，就系话一个保护对方同埋咁样，即系青木会诶好中意阿围阿 Yui 嘅，咁佢做想做任何事情都会为咗保护佢嘅。冇错，其实呢个一向都佢都系角色直来直往咯，佢嘅性格系咁样咯，就变成就系因为佢呢种性格嚟讲，佢可能剧情上冇乜可以点样发挥嘅地方，因为太直啦，咁样咯。佢呢个事件只系比较感觉就系比较将两个人关系推进咗一步咁样。本来又开始冇乜嘢，一开始我记得因为第二集事件一开始系两个告白噶嘛，系啊咁样样，跟住就但系告白佢慢慢推进，系啦。咁 Yui 当初就唔系好接受嘅，因为系啦，咁因为惊男人噶嘛呢样嘢咯。或者大家觉得只限于友情上嘅关系，未去到嗰种感觉。朋友咯，朋友嘅关系咯，冇错。嗯，不过我谂依一个剧情嘅高潮位，第二集都仲系最后依一个野外旅行嗰时两个闹交嘅一幕啦，咁样。即系两个完全摊开真心去，其实唔系佢闹交嘅，系爆气啦，应该系啊，系小动物同埋阿机子闹交，你搞错晒，唔系你又唔讲人咩？话两个闹交边两个先，大佬，你唔系讲莫机子先系小动物咁嘅，其实阿伊织啊，系讲完，我只系讲伊织嘅，但系我觉得讲莫即系机子好小动物咯，你而家谂起嘅嘢系，因为佢不嬲都系比较强势，即系佢做塑造出自己塑造出嚟个外表系比较强势啲啊。即系唔会话好似优柔寡断，好似一个小女人咁样噶嘛。但系嗰个因为欲望解放嚟讲，佢就会显示到佢有呢一面出嚟。佢弱气嘅一面系啦，或者啱你讲得好啱，就系小女人嘅一面咯。因为机子机子啱，机子佢一向都系嗰啲我哋好常见嘅一啲比较领导者啊，佢有好有谂计嘅，系啊，个人分析得好，分析力好强嘅，好理性啊，应该话冇错，一个理性主义者嚟嘅，一个测试型嘅角色咯。咁佢就好。难去直面自己嗰一个感性嗰方面咯，感性弱势不理性嗰一面，其实感性不理性嗰对啊，感情嗰边啦。所以其实有少少有趣就系嗰一幕就系啊，好似一直好好人好和善嘅意识啊咁样，反而爆气去闹一个机子嗰阵时咧，先系将大家最真实嗰一面摊开咗出嚟，系啦，系啊，开始暴咗啲伏笔出嚟咯，系啊，有呢开始有呢样，你隐藏咗呢一个。叫咩啊？黑啲嘅性格咁出嚟嘅，咁有啲劇情就喺后面做翻出嚟咯。冇错，但系依一幕我觉得几精彩、就是，就系你会见到一个朋友友情嘅威力啦。但系即系一来张力够，二来又啊叫做做得几好睇，几好睇，张力够做得几好睇。二来又几切入到个主题，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都青春剧好重要共鸣感嘅，我觉得。咁我自己觉得即系作为一个年青人啦，我都仲系年青人咯，相信呢两个在座都系啦，各位。点解大家微笑紧嘅话？边度系青春嘅？你边有代系咁啊，大佬？你揾两条女为咗中意我而嗌交啊？嚟边度揾啊，大佬？唔好咁啦，你系衰嘅，你玩佢两条友啫，你讲啲咁嘅嘢。哎呀，我都咧，好似咧，依个欲望解放咗咯，我哋欲望解放咗你。我啱讲个乜嘢啊？我唔知嘅，点解系咯？呢度最乱噏嘢嗰个，我都觉得你讲得有问题啊！你话你咪有问题啊？你道歉啊你！我对唔住，我欲望解放咗腹黑嗰一面啊！哎呀 ，sorry， 对唔住，两位唔好意思啊！不过你有小沉，我讲，所以我讲埋先啦，唔好意思啊，系啦，咁样样啦。所以咧，即系一个青春剧好重要，就系一个人有冇共鸣啦，或者佢谂翻佢当年嗰阵时嗰啲谂法啊。佢有冇好似有啲體驗嗰方面係 match 到自己嘅？有冇啲好似同你嘅經歷差唔多嘅地方咁樣樣？我諗鬧朋友鬧交，我諗好多人都試過嘅。
边个冇试过？冇试过啲应该唔系朋友嚟嘅。咪系咯，其实讲真，大家真心相待就只要有婆媳嘅时候嘅、嗯。即系我好唔系你，反而我觉得系你闹完交，你会意识到佢嘅另一面咯。即系话，譬如话你会可能，譬如话闹完交，原来佢对呢样嘢好介意嘅，咁你之后同佢嘅即系嗰个感情上面，你咪会避忌呢样嘢咯。嗯，会有个影响。闹完交，你知道佢真实谂法嘅一面嗰阵时候，就了解得对方更多，就咁先至系令到你做更加好朋友嘅一步。唔系，如果唔系佢乜都唔讲嘅时候，你之后你咪可能会一路咁继续伤害佢咁咯。冇错，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呢一幕系好合理之余，我都做得几好嘅。嗯，冇错。嗯，不过大家我自己就我未睇嗰套嘢之前咧，其实我成日喺 Nick 嗰啲咧见到有一段咧，就系、是、咧。嗯，机智告白嗰一段，告白嗰段好可爱、啊，嗰段系几好睇，因为佢有啲反差嘅感觉啊嘛，因为佢不嬲都系好理性方面去做嘢嘅，系啊，咁点知佢会搞木可以咁激嘅告白出嚟？睇个样就知外表，现实入面就一睇佢就知啦，大佬而家先知啊！你话意思系来你好贫啊？唔系嘅，来你纯情啫，一个就、啊、嗯，不过反差依家嘢都有嘅，我相信有一定有啦，系啦。不过佢都系因为经历咗呢个事件，佢先敢自即面对自己真实嗰个感情啊嘛。咁、嗯、呢个有个叫做进步喺度。但其实我唔满意结局嘅开始，因为大家记得上一 part 你话啦，跳落海生离死别、嗯，大家要喊住后面。系呢一 part 跌落悬崖，又搵翻旧桥啊？唔系，呃你噶大佬。咁即系点啊？即系你见到成事好虚空虚咁解决，冇影响噶。你唔系一定幕幕都系生离死别噶嘛？你如果唔系，如果你照抄第一个桥段嗰个感情嘅时候咧，因为剧情嚟讲，阿峰上要满足大家好 happy 咧，佢先会收手噶嘛。嗯，上一 part 佢搞到你生离死别，喊晒口好似韩剧咁，嗯，我开心啦。今次跌咗只猫落去，跌咗棵树，咁就嗯我满足啦。你满足啊，大佬？即系你嘅标准差晒啦，即系。好似佢个口味系跌窝跌得好紧要，我觉得你口味重啫系嘛？咁都收货嘅错晒呢样，我明白你的意思嘅，即系一个之前嗰个剧情嘅桥段嗰程度上太严重嗰阵时咧、嗯，当下一个桥段紧接落去反而系啊，冇错，跌咗窝咁样样，会有咁嘅感觉嘅。嗯，我都正同呢个讲法。第一段可能太神咯，或者叫做太神，你变成就会影响到第二段。如果譬如话佢影响到，佢唔系差噶。你成个第二个故事你唔系差噶，佢如果发挥好普通嘅时候，就会有埋嗰种感觉，就系话喂第一段好神、哦，咁你睇住第二段嗰时，诶普通咗啲、哦，咁好似跌咗窝咁样。嗯，不过始终可能个人嘅注意点始终放咗一个两个闹交嘅一段、嗯，我就觉得我唔系话觉得好，戏剧张力仲系好足够嘅。我唔系话觉得好严重嘅呢样嘢，系啦，你当一个即系一个一段段故事咁睇，我觉得唔 OK 嘅咁样。冇错啦，所以就睇下各自各方面你对呢方面嘅接受或者嘅。接受嘅程度或者你睇嘅方面系边一个角度啦咁、啊、样咯，就系、是，咁、嗯、啊，跟住就接住落嚟就第三个故事啦，咁啊就又玩完呢个欲望解放之后啦，仲有咩好玩呢？咁样呢个就系时间逆行啦，所谓嘅时间逆行咧、嗯，就真系咧个人嘅身体咧倒行咗、嗯，变翻咗一个佢比而家嘅年龄更加细嘅。嗯，咁佢就冇限係話係去到幾一定幾多幾少，佢甚至去到嬰兒或者係去到啊大中學生咁樣都 OK 嘅。冇錯，因為我諗時間逆行個主要嘅 idea 係面直面過去囉，佢就。同埋佢我覺得佢呢一幕呢同其他篇章呢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呢一幕嗰個描寫嗰啲即係點呀嗰個挣扎咧冇咁多嘅，佢只不过系好多都系回忆翻佢各主角嘅背后嘅事件嘅啫。老实讲，即系补充翻，变系补充资料会多啲咯。实在比较弱嘅，系一集嚟嘅，始终我觉得。嗯嗯，唔系，所以成日都话其实第二 part 第三 part 故事咧系连埋一齐嚟讲。点解咧？第二 part 故事咧，作者头先讲咗一样嘢，当自己同埋理性之同感性嘅自己，即系自己表两自己对立嘅时候，会有咩冲突？嗯、但系呢个系我觉得第二 part 唔成功嘅，因为。嗯，所谓欲望解放点啫，即系我而家想讲嘢，我咪讲嘢咯。你欲望嘅发泄同埋欲望，你讲嘢唔系一种欲望嚟嘅。我想抢啲威啊，大佬得唔得？我想抢啲威，咪欲望解放。你讲晒啦，而家系咯。嗱，你好难界定我而家做嘅行为究竟系唔系？我撑有貌，乱讲嘢系一种欲望嚟。喂，你话先，即系喂，但系其他人控制到，佢控制唔到噶嘛？佢不嬲都系咁噶啦。你点样讲落先啊？即系欲望解放，我而家系欲望解放紧啦，定我理性啲就做欲望咧？你好难分得出嚟噶，就系、是嗯、你好，即系你唔好话现实中你写小说都系，即系呢个题材好难表达出嚟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啦，因为可能作者觉得唔系几好，我唔满意，我想写一个
仿生更加好少少嘅，就係時間逆行啦。點解神會好少少呢？四歲嘅你同埋十四歲嘅你對比好明顯，外表睇得出，內裏嘅心理諗法都睇得出，呢、這個容易表達咗少少上面睇。你唔同咁慾望解放啊嘛，慾望解放你做嘅嘢、諗嘅嘢差唔多可能，但十四歲嘅你同埋四歲嘅你諗嘅嘢做嘅會完全爭好遠。小説容易寫，劇情容易表達，其實係作者想重新翻本再做多一次，即係想第二 part 做多就做多一次啦。嗯，首先我好同意咧，有馬講法就係咧，慾望呢一個定義咧，作者攞得太雜嘅，因為佢講到食慾、睡眠慾都係個慾望，但佢好偏重最後其實係衝口而出嘅衝動。咁嗰一下你會覺得係有啲模糊嘅成件事，慾望嘅表題、主題表達都係比較唔係夠精確啦，我會咁講。咁的確係嘅呢樣。用翻個學術啲嘢講啊，咁你講睡眠，你講食嘢，嗰、那個生理需要嚟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唔係喺非洲嘅。咁你係一個現代文明社會 ，autarky 嘅日本，佢嗰個生理需要慾望好一個好時間性你定期要補給嘅，就係、是、你 other 定呢個，你有其他嘢物質文明之後促生嘅，你可能會有其他一啲佔有慾啊，或者係生理進階需要，就先出嚟俾我哋講性慾嗰啲嘢，咁呢個係合理嘅。所以佢都幾注重落去食肉嗰方面，可能係食零食啊嗰啲，你想食呢啲唔係正餐嘅嘢啊，同埋依一個你睡懶覺嗰種睡眠肉咯。唔係好簡單，有少少肚餓食啲嘢，我食兩塊薯片，係咪慾望解放咗先？你可能定我呢個唔係慾望解放嘅喎，食兩塊薯片，我瞓覺，唉，好咗滯，我瞓多五分鐘，係咪慾望解放呢？你即係你啲咁嘅小行為，可能定義為小事咯，變係咯，你好難話你係慾望解放咗啊！我大佬，我瞓多五分鐘，慾望解放你噏曬啦，係咪先？即係你好難去定義，精確咁去定義呢個係咪慾望解放咯？會係冇錯嘅，的確佢落得太多小事，可能即係咩漢堡食啲小食，想聽想測驗嗰陣時想大嗌。瞓多一陣懶覺咁樣，嗰啲叫做慾望解放。咁依方面，我的確我覺得係有啲無謂嘅，其實依啲劇情事實係，即係有啲太雞毛蒜皮，我覺得。唔係佢可能佢即係大量新嘅事件，佢用一啲小事件幫你導入咗先咯。我感覺上係咁咯，因為你其實你睇到後面嗰幾集，佢講慾望解放呢幾集，你唔會再睇到啲咩學術性嗰啲好咁小兒科嘅嘢啦嘛，全部都係啲大大嘅慾望嚟噶啦嘛，已經係。咁我覺得係即係嗰啲橋段係會即係。俾你睇到系啊呢、這个呢样嘢系点样行嘅咧呢样嘢咁样，就反而唔系嗰样话呢啲系咪欲望呢嘢，我觉得唔重要咯，只不过系一个导入咯。系咯，咁讲翻时间倒行啦，咁时间倒行咧，啱有马讲嘅嘢都几有趣嘅呢、這个论点，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偏向觉得咧，就系一个人咧点样塑造成你而家嘅自己咧，就系、是、靠你过去嘅经历咧点样将你堆砌而成嘅。好似搭積木咁咯，變咗。冇錯啊，所以你個人點解會有而家咁樣嘅性格，就係你過有啲事發生咗、經歷咗，咁你先至會咁樣樣噶嘛。依一個時間倒行就係講緊將你以前嘅自己望翻一個你以前，你覺得未夠成熟，或者導致你咁樣嘅人自己直面翻佢。但係佢自己唔望唔到自己個細個嘅時候噶嘛，因為佢變咗細個嘅時候，佢嗰個叫咩經驗啊，佢望到嘅嘢咧，佢唔會話係自己會理解得翻啊。唔係，但重点就系、是，当佢变翻正常人之后，佢会记得翻自己变成正常。佢而家都系正常人嘅。唔系，即系例如话谂翻你四岁嘅表述记不得，唔记得啦。但系当你嗰阵时变咗四岁，跟住就变翻到正常年龄嗰阵，原来四岁系咁样噶，你会勾翻啲回忆出嚟。回忆咯，系。我反而觉得呢一篇系最重要，系带翻佢自己嘅回忆出嚟咯。即系带翻自己啊，譬如话阿 U 儿嗰啲啊，点解嗰阵时系咁惊男人嘅呢啲嘅背景出嚟咯。翻呢几集。系咯，了结一个过去啦，叫做。但始终我，系我明白嗰个作者好似想做一个类似过去篇咁样嘅嘢。过去篇、回忆篇咯，变咗系。系啊，即系例如讲翻阿女主角意识啊嘛。意识佢咁样样，佢以前阿妈中意嗰个佢唔中意嘅男人，唔系即系后边嗰个阿妈嗰个新嗰、那个第二个新嘅男人啦，新嘅爸啦，但系其实即系佢系夹硬忍受嘅。系，因为其实佢就系佢讲到就系为咗佢意识着想啫嘛。系因为呢个主题集中解开心结啊嘛，例如金毛仔啊，金毛仔真系唔好记得个名，青木啊，系啊，sorry， 严格嚟讲，青木系个姓，成套嘢其实文言报告咧就讲名，得佢个讲姓嘅啫，屌我可俾你个名都记唔住，真系过分，老人啊，唔好意思啊，唔紧要啦，因为佢冇办法，佢个戏份系比较少啲嘅，因为佢直来直往啊嘛，但系咁对于呢一个有戏份就系佢用搭呢个新干线去发好人卡啊嘛，
我覺得呢真係好人卡都幾跪下㗎。佢唔係快好人家嘅，因為佢倒退咗，即係佢少年時代嘅時候，佢嗌阿 Yui 唔係嗌 Yui 呢個名字。係佢前就引發舊情人。係引發係啦係啦，咁就係話會唔會話演發到就係話其實 Yui 係一個青木眼中嘅代替品咯。冇錯，舊情人代替品。即係佢直面嘅一個自己嘅過去就係我唔想將再將佢代替品。係啦，其實呢個真理心就我覺得比較少嘅，始終我覺得。嗯，我覺得少少唔夠咯，我覺得都唔夠，我覺得都唔夠嘅。好似太容易，佢人太直來直往啦，真係。係啊，佢太直啦，因為佢劇情好難帶佢出嚟。何必咧？其實好多嘢都直來直往，好似上一拍阿維啊，唔係阿金蓮壽司係咪啊？邊邊個金蓮壽司？有講聲有，唔好記得個名啦，大佬。佢混咗屋企話佢驚男人啊嘛，混咗屋企啊嘛。佢又係嘴炮講兩句走咗出嚟啦，即係將個過程係飛得好快。都唔係喎，佢混喺屋企都講講幾集噶咯。講幾集啫。讲几集斋讲咯，有咩行动咧？即系行动冇乜特别个谂。唔系，但系重点唔系佢喺佢行动上咩？即系重点就系我觉得成个故事好多嘢都好嘴炮，讲两句就好理想，讲两句就解决到好多实际复杂嘅问题。你想点咧？最好就14集讲同一个故事，我觉得就会比较好沉咯。我觉得呢个长度系啱咯。作者比较中用对白讲嘅，系好似所有嘢都系，可能中用大家沟通啊。即系有啲嘢讲咗出嚟，可能因为会唔会因为原著系小说嘅关系，所以。即字嚟讲系比较重要啲，我相信系啦，系啦，同埋都系嗰句啦，要比较简单的方法嚟嘅，咁样样，可能咧佢有啲，可能有卖行动派啦，系嘛，行动派，唔系，即系好多问题，好似依即个家庭问题嘅好复杂，成班友仔，我哋系朋友，我哋帮你上门讲几句，搞掂，有冇可能先？咁样搞法，即系唔系佢最写唔使做啦，最重要就系引翻佢。即系面对面讲翻佢两母女讲翻佢自己心底嘅想法出嚟咯，因为佢依即个依即成日都系隐藏自己噶嘛，即系佢个性格就系话佢要表现佢心目中佢觉得完美嘅一面出嚟啊嘛，佢就唔会话将自己最真实嘅一面显露出嚟啊嘛，咁所以可能因为呢个原因就系佢对佢妈妈都会系咁嘅情况，就系话其实佢唔会对佢妈妈讲话我唔中意呢个男人。佢唔会呢样嘢，咁所以佢阿妈一直都唔知，佢以为就系话佢因为失去咗父爱先变成个女系咁样咯，会有呢个剧情出。的确嘅，因为咧有马你啱讲嗰样嘢咧，我会觉得作者想讲嘅就系话，原来所有嘢摊，原来嗰样嘢摊开真心，将你讲嘅嘢讲出嚟，其实好简单，可以解决。其实好简单，但系一路都系做唔到呢样嘢。德波我咪咁样玩咯，所以烂晒咯，真系。我谂魔煞三国就好劲咩，大佬唔系啊嘛，真系。我咧完全唔同啊，你。德波人哋打嚟打去嗰啲对话，同埋喂大佬你而家只青春期啫，嗰啲对话又唔同嘅咁样样。不过。idea 的确有啲似喎，你咁样讲。佢衍生到就系话，其实嗰样嘢解决好简单咯，但系一路都唔做啫嘛。但我赞同嘅一样嘢，真系唔够深刻好多过去都。嗯、例如阿 Yui 佢嗰个空手道嗰个放焰手道嗰件事咧，哇真系好，嗰、那个真系好大个算咯，嗰件事我真系变咗。即系同嗰个旧嗰、那个旧嗰、那个好对手，我谂应该好对手加死敌咁样啦，即系争冠军嗰个宿敌咁样样。系啦，哇，讲几句就算就冇噶咯。咁呢下系咪有啲无谓咧？那个感觉其实少少咯，佢带得唔系好够咯。我会觉得有啲可惜咯，咁样嘅话，因为咁样就会唔会因为集数所限咧？有机会，因为佢集数其实最尾呢一篇咧，佢其实安净系得三集啫嘛。嗯。会唔够啫？人哋可以崩多几集，喺之后十二再做多几集，点会话唔够数咧？佢做一次就得啦。但系七集又太多啊！唔紧要啊，佢冇所谓，你见到佢中意噶，唔够啊，再多一世，再播三个月，再播啦三集，系咯，有问题啫。嗯，呢个咩网络动画万能说啊，而家佢最所谓嘅成本问题咧，挂可能系啦。不过的确嘅呢一个可能比较弱嘅一篇啦。不过就唔知会唔会话原著都系比较短篇到咯。呢个真系唔知道，可能等各位听众补充一下啦，我哋原著小说嘅听众。